大家还要稍微的期待一下。但是我们现在准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视频，你们是完全都没有看到过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好不好？来，请看 VCR， 稍作休息。是从来都没有公开的这些镜头，当然我们还埋了一个伏笔，就是真的是今天帮大家准备了一些特别的礼物。哎，其实刚才我们这个过程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男神去换装了，是我跟各位姐姐们报备一下啊。哎，最重要的是我想听一下大家的心声，想听一下大家的心声。大家一会儿比如说还想看到我们的男神做什么样的动作吗？比如哇，这太超杂了。这样我们直接请男神上来好不好？但是需要让大家用你们的声音和呼喊声把他请出来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是再来一次，大声点！要请出的是李钟硕，有请李钟硕。哇哦！哎呀，我要好热！哎呀，我要离稍微远一
来一点点。来，欧巴，请先坐一下。哦，可以过来了。嗯，哦，刚才这个换装，想问一下，既然那么爱出汗，刚才有擦拭一下吗？네들어가서对呀、啊，进去之后就开始擦汗。哎，我觉得这衣服真的太帅了。就是前面的话，它那个质感好像是有一层，有一个涂层似的哈。这套衣服好不好看？谢谢。这是你自己想搭配的吗？아니요没有，不是。입혀주는대로입어요造型师。人家给我穿什么，我就穿什么。就好希望那个造型师哪天真的贿赂他一下，哎，今天让他不穿哦。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平时你有什么自己的爱好吗？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对，兴趣。听说。趣味。听说您还挺喜欢去拍照的。사진찍는걸사실그렇게좋아하진않고집에서그냥드라마보는거좋아해요其实拍照的话其实是还好啦，只是我比较喜欢的事情是在家里看电视剧。但是今天我们在现场真的准备了一些大家可能平时都没有看到过的照片，是他自己亲自拍的。啊，哎。哎，你们最想看到的是？哎，哇，哎。是这样，我们稍微女生稍微矜持一点，好不好？对。啊，对，可以看腹肌哈，巧克力版。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私密的照片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第一张。咦？这个照片是？是钟硕自己照的哈。네제가찍은건데对的，是我自己拍的。피노키오촬영장에서볼수있는풍경들이었어요풍경이너무예뻐가지고계속사진을찍었어요그래서얼마전에사진은하늘사진찍어서괜히올리고그냥이게너무예쁘더라고요풍경들이这是我们在拍摄匹诺曹的时候的那个场地上面的有很美好的风景，所以他就把这些美好的风景拍了下来。就记录了下来，然后有的时候他还甚至把天空的照片拍一拍，然后也有上传，对不对？想问一下，就平时如果想去度假或休闲的时候，你是喜欢去比如爬山呢，还是想去海边？你们当然是希望他去海边了。그냥산도있고바다도있는곳이었으면좋지않을까요여기도산도있고바다도있고좋더라고요有山有海不是比较好吗？你看这边也是有山有海，很好吗？OK， 你直接都两样都有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照片。哎，这个大家其实最关心。想问一下，이게원래쓰던사진이었고이게거울이부러졌어요그래가지고새로한거아이게전에거고这个是他的镜子，那镜子这是之前先前用的镜子，那这个镜子就是破掉了，所以换了一个新的镜子。哎，但是这两个图片，你更喜欢哪一个？뭐똑같이생겼는데요뭐그게그거지뭐长得一样不都差不多吗？多了两颗星星嘞。저거는이제스태프들이붙이는거고这是工作人员贴上去的好调皮的工作人员 OK 来接下来看第三张照片了啊。这是谁这是你的鞋吗네제가즐겨신는신발이에요那是我很爱穿的一双鞋
是拍戏的时候，人们都会去穿到它哈。네걸어다니면불도들어오고되게귀엽고편하고그래요对啊，我在拍戏场也会穿，走路的话它会还有灯会亮哦，很可爱。那个画面我都能想得出来哦。这好像好可爱 ，Q 啊！这是鞋，我们接下来好像还有一张鞋啊，来看下一张。哇，这个好像姑娘穿的，哈哈。是这个脚好修长哦。옛날에어르신들이신던신발이잖아요여기신다보니까되게편하더라고요저것도요즘에는되게자주신을일이있어서자주신게되고那知道这是什么鞋吗？这是韩国，就是老一辈的人穿的胶鞋。那这个胶鞋呢，穿起来脚很舒服哦。穿了就现在呢，就是因为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去穿它，所以最近常常在穿哦。哦，这个是平时在工作状态当中啊，完了他会去穿的这样的鞋。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会是什么嘞？娃娃。哎，这个娃娃是做什么？제침대바로옆에항상있는건데잘때안고자는인형이에요我的床旁边呢总是会摆这个娃娃，这个娃娃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抱着睡的娃娃。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抱它。嗯，안고자고옆에있는책들은팬들이책좀읽으라고돈을주는건데아직거의반도못읽었어요然后你们看到旁边书架上不是有一堆书吗？是的。书是粉丝因为觉得说他多看点书吧，然后就送他书一些书让他看，可是一半都没能读到，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哎，我其实现在有个问题哦，这个娃娃是你每天睡觉都会去抱的？嗯，如果不抱着他就睡不着，是不是？어거의저게어습관처럼항상이렇게안고자니까그렇죠对啊，就因为习惯性的每天要抱着他睡，所以。哎呦，那所以这次来北京是不是也带过来了？아니요못갖고왔어요못갖고왔못갖고왔고대신에친구를한명데리고왔어요很可惜的是没能带来，不过我带了一位朋友。친구랑같이자고所以跟朋友一起睡觉。哇！这个没有想到啊，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这个你要不要解释一下？여기있어요저랑제일친한친구인데코도가잠깐일어나서손좀흔들어줄래他这个人在现场啊，这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请他站起来跟大家挥个手。哇，你好幸福哦！今天我们大家都要跟你睡。되게친한친구라서잘같이다니죠거의其实我觉得要好的朋友，所以我们常常会一起在一起。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陪伴，对吧？就大家平时在一起的话，有这样的陪伴，会让自己更安心一些。对。그리고호텔에는귀신많다그래서혼자자면무서워요因为看酒店不是都有很多鬼的这种传言吗？所以自己睡得太可怕啦。我觉得好可爱。回答得好真实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来下一张是什么来走哦，这是一本书是吗이거는기자관련된책이에요이것도팬이보내줬고그래서요즘에읽고있는준비하면서읽고있는책이에요这个是什么这个上面写的是记者从记者口中说的记者的意思这个书名那这个也是粉丝送的礼物那因为正好在拍新戏，然后饰演的是一个记者，对对对，所以他现在正在读这一本书。哎，平时你都有读书的习惯吗？하려고는하는데이게자꾸잠이와서사실그렇게는완전못하고요其实我很试着努力的去读书、看书、阅读，可是太想睡觉了，所以。建议你啊，就是有一个四大名著特别好看，分别是那个《机器猫》《七龙珠》《哆啦 A 梦》《圣斗士》。啊，不错。有看。啊，
맞지 맞지. 真的是四大名著。其实我们那个工作确实很忙碌，那有一点点的休息时间就很想去休息。 맞아요. 그냥 가만히 있는 게 저는 되게 좋거든요. 아무것도 안 하고 그냥 이렇게 멍하니 있으면 시간도 되게 빨리 가고 그 시간이 되게 제가 이상한 건지 모르겠지만 되게 좋아요. 像主持人说的对，因为其实我们的时间比较有限嘛，所以有心的时候呢，就什么都不做，然后就坐着，然后呆呆的在那边发愣。虽然这样子时间过得很快，我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我很奇怪，可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对我来讲是非常美好的。嗯哼，OK，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希望说能够多休息休息啊，不要太忙碌了，大家都很心疼。接下来我们再看啊，来看还有没有下一张，白马王子哎。 저 사진은 조만간 곧 보실 수 있을 거예요. 거기 촬영 현장에 있던 사진인데 아마 여러분들에게 조금 보여드릴 수 있을 것 같아요. 这个照片呢，大家可能日后呢有机会可以看到哦，因为这是我们现在在现场拍摄的场景当中的一个镜头，那大家以后会看得到。天哪，这么帅的记者啊！对呀。 哎，我觉得如果要是把我P上去 ，P 到这张图片当中，是不是屁股就直接只能到桌子那块儿？哇，你们好残忍，你们在这说是的。哎，大家其实看到了这张图片之后，就真的很期待他的心细啊，这样的一个背景。OK， 那这个就是我们以上的这个比较秘密的这样的一个照片。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安排的这个环节，相信你。 相信你们会非常感兴趣，因为其实出演了这么多的戏剧，有很多非常精彩的瞬间都被大家记住了。那个桥段，有的大家觉得是特别浪漫，或者是呢，有的觉得好甜蜜。今天我们就会产生两位非常幸运的粉丝，在舞台上。 重新的去跟我们的男神演绎一下这个桥段。我们接下来来把这个抽奖箱啊搬上来，两位幸运的粉丝就在你们当中。我们看一下第一位会是。 哦，这个是那一场的啊，我们这个票号，大家把这个你们的入场券都拿出来。票号5546，哎，这个哦，应该是这个，哎，应该是这个吧？这个哎，好像还没有几排几号嘞。 这个是10排19号吗？应该不是，10月19号。这个后面吗？我知道那个是日期。我哎，给大家念一下票号好不好？55469496，大家看一下。你看看我念对了吗？你们差点是吓我。 哇，那个东西，赶紧上来呀！还等什么？5546，哎，把你的那个票拿上，我要对一下啊！5546，好，来下一个。好，哦，5546，9530。 9530在哪？哇，赶紧，姑娘，来来来来，赶紧赶紧赶紧！两位，哎，记得把那个票拿一下，记得把票拿一下啊！我上来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你们的那个票号啊！哎，我们这时候就不要矜持了，要赶紧啊！哎，大家接下来。
还有其他的机会，我们还准备了其他的环节给你们，我们还会把你们再抽取出来，看谁够幸运啊！我们这边的两位粉丝可以直接上来了，来来来，我要检查一下。来，两位，来来来来，哦，刚才您从凳子上都跳起来了啊！来来来，请到这边啊！我先来看一下您的那个票号啊，554，哦，没错，9496，您现在喘得很厉害啊，相当激动。来，我看一下你的，9530，对，没错。来，二位先跟那个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啊。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我现在特别想说的是，有很多那个没有能来现场的小伙伴，因为我在网上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我的微博名字叫“可能就是我”，然后那个他们没来，我想替他们向朱硕说一句，三郎黑。啊！你碰我干嘛？哎哎哎！哇，他我觉得刚他心跳好厉害。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主要是你运气够好，好吧？来，接下来咱们这一位，等一会儿好不好？您现在先不要激动，一会儿我们给你时间啊。哎，你先站到我这边。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可能会稍微舒服一些啊！安静，安静，冷静。我叫谭云。那个来自哪里？今年多大了？来自哈尔滨，今年是92年的。今年不是九。哎，多大了？多大了？哎哎哎哎呦！这个还没演就已经报上了，像话吗？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到底会饰演哪个桥段啊？我们先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位，请你做好准备啊！等，不是您哦，就您是第二位啊，来这边。第一位，冷静下来了吗？没有，那也没办法了，你一定要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啊！来，请看大屏幕。对，你要喊那个停，完了之后他会停下来，就有一个情景，完了之后呢，也会跟我们的男神一起来进行试演。来喽，在这滚动当中，有可能你不知道会是什么，但是停下来你就清楚了。来，停。第二个会是啊。告诉一下大家，我们在饰演这个桥段的时候，会给他5秒钟的时间。那没有办法，我觉得游戏规则是这样：如果你对我，比如说说一些好听的话，夸一下我，我在数秒的时候可能会数得还蛮慢的。你要干嘛呀，大姐？赞了，我了解您了。好了，来，接下来我们就要饰演一下这个桥段了 ，OK 吗？那我们在这边有工作人员啊，我们记录一下这个精彩的瞬间，来喽。你要在前面。送给你的做纪念啊！哎，但是我们这，你看今天上来的时候，男神这么配合，那我希望你能一如既往的去支持一下我们的男神。一直都在支持朱硕，然后也在
是为他做一点点应援，然后以后无论你出什么样的作品，我都会以我的文字的方式给你进行应援。然后其实特别想说，希望你自己非常愉快地跟自己相处，因为我们在异国他乡，如果说你内心不快乐的话，纠结的话，我们会不知所措。说出了很多大家的心声，谢谢你今天的参与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好，接下来第二位相当的激动啊，我们来看一下你到底会饰演哪个桥段，来看大屏幕转动起来。停，停了，四四会是什么呢？也是五秒钟，长痛不如短痛，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接下来我们。내가할거야네가할래요你来弄的还是我来用？就你想摸他的脸，还是他来摸你的脸？你太贪婪了，还互相。来喽，来，五、四、三、二、一。哇，谢谢谢谢。好啦，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稍作休息，稍作休息，来，谢谢。最后一句话。3年了，这个没什么，请持续下去30年，好不好？来来来来，来，这是你的票啊，来这边，这边请，这边请啊。啊，刚才这真的是太激动了，哇，底下也全部那个躁动起来。OK， 那个接下来呢，为了让大家那个能够一起来互动起来，其实我相信大家刚看我那个视频呢。其实有一个伏笔埋在那边，就是欧巴今天帮你们准备了精美的礼品，精美的礼物到底是什么呢？来，请看大屏幕。说一下啊，哎，这个礼物是我们的男神亲自自己去花钱买的。为什么要送这三个礼物呢？아니선물을사려고선물을사려고매장에갔는데선물을살게없는거야我去了卖场去挑选礼物，可是又发现都没有什么可买的礼物。그리고그래서고르다고르다골랐고요所以就挑啊挑啊就选择这些礼物了이정통같은경우에는제가왜골랐는지제다음작품을보시면아실거예요像存钱筒的话呢我为什么会选存钱筒呢你们看我下一部作品的话就会知道了哦买了个伏笔好来那个香球然后这个中间的是蜡烛啊香的蜡烛香味蜡烛哦带熏香的这蜡烛이거는되게캐릭터가되게귀엽더라고요그래서세트로이거라면이라도끓여드시라고然后这个的话它的那个卡通图案太可爱所以他买了一桌子可以可能煮个泡面吃泡面吃了 OK 接下来我们就会把这三个礼物送给大家我们看谁够幸运啊先首先抽出的是我们这个存钱罐
会谁那么幸运呢？OK， 来，大家拿出你们的那个票啊，来对一下，票号是5545，大家都是5545好吗？7013，有没有？7013，来来来来，赶紧赶紧，好安静的，哎，是我，来，我们放到这边，来，接下来请第二个，对，蜡烛。5544，9667，来来来来，赶紧，我们放到这边。来，接下来第三个礼物，5546，在这个区域啊，9465。有吗？在哪边？哇，太幸运了啊！来来来来来，赶紧赶紧赶紧到舞台上来领取这个礼物啊！想问一下，你看今天你送了这么多的礼物给大家，你在那个来中国的时候有没有收到过特别的一些粉丝送的礼物？不亮酒，不亮酒，高粱酒。送了高粱酒。哇，对对对，술을전혀못하는데굉장히도수가높은술을보내셨더라고요그래서한번은마셨다가죽을뻔했습니다因为我的酒量不太好，我不太会喝酒。结果粉丝送的高粱酒嘛，我想说喝一口看看，结果喝了之后我差点死掉。很嗨，好，我们这边已经上来，来来来来 ，OK 啊，我们来逐一，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票号啊。首先第一个获得我们这个存钱罐的是。7013，OK， 好，就是这一位，就直接可以获得我们的这边这个礼物，但是要由你亲自来给我们的这位非常幸运的我们的粉丝，哎呦，这边准备了贴心，为了方便你们带走，贴心的准备了这样的纸袋啊 ，OK。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蜡烛，来，我看一下你的票号，9667，没问题，来，准备了一个贴心的纸袋给你哈，哇，这边已经激动的不行了，都快傻掉了，来，我看一下你的这个票号，对一下啊，23。9465，没错啊，5546，9465。OK， 哎，他已经懵掉了。你会讲中文吗？他说我很高兴见到你。OK， 谢谢，这是你要送给他的哈。这是你亲自画的哈，亲自画的这个画来送给你，谢谢谢谢我们三位啊，稍作休息，谢谢。哎，好，没事。OK， 那个相信大家其实还有一些不舍，但是我们要让今天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一起能分享到一个非常快乐的瞬间，就是。等一会儿我们会拍两张照片，希望大家配合一下，我们的男神会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合影，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比两个耶，第二个呢就是那个爱心啊，来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要有一个凳子，因为您实在是太高了，让大家整个构图会好看一点，我喊321，先摆这个耶啊，来，来 ，OK， 来，321，耶 ，Happy， 来，第二个动作是爱心啊，全场来变一下，来 ，3, 2, 1, I love you，
OK， 男神，想问你们爱的人是？在这边，其实今天特别的不舍，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想对我们北京粉丝说的？有什么想对我们北京粉丝说的？이렇게여러분들만나고가면또이기운으로저는또한동안버팁니다다음작품도많이많이기대해주시고아마초반에조금못생기게나와서깜짝놀라실지도모르겠지만새로운모습일거예요많이사랑해주시고기대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我总是总是非常的感谢你们那除了感谢之外还是感谢那我今天呢来到这里跟大家这样子见面呢我可以得到很多的能量然后回去之后呢我会努力的拍戏那我的新戏呢请大家多多期待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会看到戏中的我是一个很丑丑的一个男生可是呢请大家继续看后面都会有变化请多多支持我的新戏是大家要支持哎大家现在就想让男神离开吗当然不想了对不对你没看我现在手上拿了一包纸巾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他马上带来一首歌听说你还蛮紧张的哎감사합니다准备好了吗이때가가장수치스럽고부끄럽지만그래도이렇게왔는데뭐라도해야될것같아서열심히해보겠습니다其实现在这种时候呢我感觉最羞耻最害羞的时刻可是呢我为了大家准备的所以虽然很紧张可是我会很好的表现的大家期待吗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啊对对准备好了确定啊加油大家一起来说 fighting 啊来 1,2,3Daddy， 非常感谢大家到来，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来听我们的男神李钟硕带来的这首歌曲，掌声欢迎。너무 힘이 들 땐 싫어
속에 아픈 기억 떠나보내게 내 품에서 즐거우셨는지 모르겠습니다. 나름대로 준비를 많이 했는데 조금 부족한 것 같아서 아쉽기도 하고요. 아시아 팬분들을 만날 때마다 좀 느끼는 게 사실 제가 보여드린 모습은 자꾸 속에 모습이 짙은데 이렇게 많이 성원해 주시고 응원해 주셔서 참 감사하고 그로 인해서 힘을 얻어서 활동할 수 있는 것 같아요. 그 마음은 SNS나 현지들을 통해서 잘 받고 있고요. 이런 팬미팅을 가질 때마다 사실은 제가 더 힘을 받고 가게 되는 것 같아요. 사실 연기를 하면서 제가 하는 이 일에 대해서 실망하고 조금은 절망할 때가 있는데 그럴 때마다 이런 자리를 통해서 다시 한번 리마인드를 할 수 있는 것 같아서 정말 정말 감사하게 생각하고요. 1년에 한 번은 여러분들을 꼭 뵐 수 있도록 찾아오겠다고 약속을 드리겠습니다. 돌아가시는 발걸음 조심해서 돌아가시고 오늘 너무너무 재밌었습니다. 다음에 다시 만나요. 안녕. 오늘이 지나면 온감을 것처럼 더 이상 내일은 없을 것처럼